言爱欲如痴欲，佛言这边我们打佛说，爱欲我们就打一个爱，然后欲望的欲在太阳穴这一边，如痴欲就是像监牢一样，这动作就是铁窗铁杆把自己困缚在里头。好，整句来一次，佛言爱欲如痴欲。下一句，身心煎熬苦难离，身心煎熬苦难离。这边身心很简单，比一个身体，然后还有心。煎熬的话，我们右手像一把刀插在心头，就是忍耐的意思。苦难离，我们打苦，连绵不绝的苦难。人与禽兽何差异？人与禽兽和差异，这边我们就直接比人语的话，我们比一个汉和的动作。禽兽这边用动物来代替，和差异就是右手为什么有什么不同。好，这就是不同不一样的动作。整句来一次，人语禽兽和差异。下一句，插在知耻与明理，插在知耻与明理。这边的差就是食指右手指往下一画，就是有落差差别的意思。插在知耻，右手知道，轻轻一画就知道意思。耻的话，我们左手遮住脸，右手指往外一画，就是羞耻害臊的意思。明理我们打明白清楚，道理这就是礼仪。身心煎熬苦难离，人与禽兽何差异？差在咫尺与明明。